科技太奇妙，喵喵来吐槽。大金链，小金表，学了 IT 变富豪。欢迎大家来到由高端 IT 教育品牌传智播客和黑马程序员联合出品的脱口秀《科技喵喵喵》，我是喵喵，以及你们最最喜欢的乐乐。隔壁老王已经送盒饭。大家好，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宇宙无敌美少女啊，宇宙无敌花美男乐乐。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好了，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题。最近啊，百度无人汽车那可真是在各大媒体火了一把。听说为了测试车会不会撞到人，他们竟然让写无人车代码的工程师去拦车。没毛病。重点，估计也只有百度能想出来了。最近 Robin 作为全国所有莆田医院的代言人，出席了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哼，好想笑啊，这跟今年金鸡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得主李易峰有什么？行行行，你别恶心我了行吗？赶紧接着。好，我们不说李易峰，直接说 Robin。Robin 在会上说，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会用百度，严重的时候会去找医生。此言一出，立马遭到网友的吐槽，有说他有病的，有问他去没去过莆田医院的。喵喵在这里要帮 Robin 澄清一下，人家的意思是说，去医院之前先百度一下，看看哪些医院出现在百度上面，等病情严重后再去医院时，就不要再去百度上出现的那些医院了。最近有消息称，一名患有手足口病小孩的家属百度了治疗方法，要求医生按照百度的方法治疗。由于去看病的时候小朋友基本已经好了，所以医生拒绝了使用这种方法。然后家属竟然拒绝了医生的治疗，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家属竟然还偷偷跟踪并袭击了医生，刀刀致命。这种人那神经病。这家属袭击医生的方法是不是也是百度搜的？是不是抽风？你自己找的方法你自己治啊，你找医生干什么呀？你人家医生没按你方法治，你把人捅了，那要按你方法治没治好，你是不是还得把人捅了吧？杨教授呢？你这家属得治啊。那好吧，咱们继续治疗吧。其实鲁迅先生早就看透了，学医不能拯救中国人。现在的医患关系紧张也并不全因为是医院的问题。喵喵相信是个合格的医生都知道救死扶伤是他的职责，当然不包括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某些私人医院。而一些民众呢，自身没有什么医学常识，就去上像百度等等这样的搜索引擎来获取信息，于是就无法分辨这医生到底是想救我还是想坑我的钱，于是就产生了不信任。这些不信任产生的原因与网络搜索结果和一些不良媒体的恶意宣传有撇不清的关系。无良媒体害死人，为了博眼球什么都写得出来。难道你们非要逼的把公立医院毁了，以后全都去莆田医院看病才满意吗？如果不是那晚的无敌线推广莆田，我不敢相信我的脸能被遮成长镜。那天听你在电话里万无一息的肯定，我下了决心要借钱，你说利息更低，按了手印签了字，总觉得哪里不对。修好了凭据明天起准备和你联系，这莆田医院虽然坑逼，如果真的变帅气也不枉费我出去来莆田赌气。整晚让我才发现自己那傻逼的造型，流着泪像无视一句的异性，
照镜子吓死自己，整晚让我暂时自己，那傻逼的造型，再遇见你我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对你。整整个人走出去，公园里起飞空调，进去了就自查一点被关进动物园，这部电影院果然坑逼，如果再次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大到无法压抑，整晚让我才发现自己，那夜光的脸皮，夜晚里像外星人来地求存，是我太相信的你，整晚让我才明白事情，那无量的退化再用百度，我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多受。整晚让我才发现自己，那僵尸的表情，流着泪像逆风演戏表情，万恶的莆田医院，整晚让我才明白事情，那百度的推广再用百度，我一定让自己多受。再用百度，我一定让自己选择理智。最近明星出轨真的是一个接一个呀，夏达标赶紧调查一下自己的男朋友。哦，还好，20年来他始终没有出现，爱心女主。但是那些已经出轨了的人又该如何防止狗仔私家侦探偷拍取证呢？阿喵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防出轨取证的 APP iLong。 为此我们专门请来了 iLong 的资深出轨师兼设计师隔壁老王。哎，怎么回事啊？不是让我领盒饭了吗？别废话，该录节目。大家好，我是隔壁老王。最近被爆出来出轨的明星真是挺多的，真替他们感到可惜啊。你说好不容易出次轨还被狗仔给抓拍到，哎，就跟没见过女人一样，太猴急了。不像我在老婆怀孕期间和女演员天天讨论剧本都没有被发现，因为我们公司有一款专门防出轨被抓的软件 iLong。 iLong 是我们公司专门为计划出轨或者已经出轨却担心被抓而开发的一款 APP。iLong 通过手机摄像头可以对你周围进行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扫描，可以精确识别你周围800米范围内有没有摄像头对你进行偷拍，无论是长焦还是正常摄像头都能精确的识别出来。哎，对面有点怪我，等等啊，先把摄像机打开。哎，我操，你要干嘛？摄像头，不好意思，刚才太激动了，这个摄像机的钱先欠着。继续。当你进屋准备讨论剧本前，再用 iLong 扫描一下你周围的环境，它会提示你拉上窗帘盖上被子。而且 iLong 还内置智能经纪人模式，避免了在你进军营录节目时经纪人替你照顾你老婆的事故发生。 iLong 让出轨变得更浪漫。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我们的节目就订阅、点赞、转发、打赏、丢香蕉、丢硬币给我们，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去 IT 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去 IT。
另外让我才发现自己那傻逼的造型，流着泪像无心记的隐形，照镜子吓死自己，整晚让我才发现自己那夜光的脸皮，再用百度我一定让自己脱手。你是谁？导演没跟你说吗？哦，小趣。我来打个广告。我们除了科技喵喵喵之外呢，还精心制作了科技动画节目。哎呦我去。是的，每周五更新，让科技更有趣，大家记得观看哦。想学做视频，加入到我们的影视交流 QQ 群2120-22709，动画剪辑、特效、包装，跟我们共同进步。